粉丝说这一套刘禅的初衷非常的屌，我问他怎么屌，他说一巴掌的攻击力那就是一个暴击3000多。我一听这话，我瞬间来了兴趣，怎么可能呢？刘禅不是一个辅助吗？什么时候他也能打出3000多的伤害了？这不是爷爷叫孙子，爷爷搞反了吗？于是我就赶紧的开启了一局比赛，试一试这一套初衷到底是怎么个回事。这一试不要紧，属实让我受惊了，兄弟们，不信你们就往下看。前期的时候还好，到中期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看我打这个貂蝉，一巴掌貂蝉就残了，再来个大招，貂蝉硬生生的被我给转死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快呢吗？后面刘邦也来了，我一个托马斯旋转，他的半血就没了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兄弟们。那这一套初衷如果到了后期，那不还得上天了？我开始很期待后期了呢。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儿了，麻烦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后面呀，我就只身一人来到了中路，因为中路此时正在团战，我举起双手就参加了，一个托马斯旋转再一夹，随后开启我们的大招，回头一看，对面4个人全被我给 KO 了。关键是这一波完美团战输出，我还拿到了65%，对面的药他见了我一个二技能，呲溜一下就跑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伤害牛逼呀！到了后期以后，我更是一个人就跑上了敌人的高地，对面的人员马上过来阻拦，我举起双手就先崩了一下，随后二技能夹一下，一个普通攻击加上大招，对面3个人被我一套连招直接嘎掉。随后我就举起双手夹晕貂蝉，2个普通攻击，貂蝉直接嘎了。我的天哪！后面后羿我更是一个技能瞬杀100%，拿了一个5连结，是游戏结束了。我的天哪！这套初衷我不说了，兄弟们，你们拿去吧，不要外传，兄弟们。